因为其实今年，报名一起来的香灯脚的人次真的是创历年的新高，尤其是这几天的天气变化实在是非常的大，尤其是像今天的天气非常的炎热，所以可以看到当人潮聚集的时候，就蛮多会发生像晕厥啊、姿势性低血压等等的送到我们的医疗站来这样子。其实最主要就三个字，挤一下。就是挤，是因为这次的人潮众多，尤其是像有一些聚集的地方，像我们前几天的起驾，今天的到朝天宫之后的回銮，其实人都会往同一个地方聚集，大家千万不要推挤，因为人非常多，避免一些踩踏的事件。那再来是最近，疫就是疫情的疫哦。那因为最近我们发现还是有蛮多呼吸道的那个病毒的感染，所以大家还是得注意防疫，包含了口罩哦。那再来就是下哦，也千万要除了防晒以外，我们记得要防暑，尽量要穿一些比较透气啊、水分散可以散热的那个衣物，才不会发生一些中暑的情形。